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到了一年的春节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、心想事成，每一件事情都能圆满，都能够成功。龙年呢、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、是表示吉祥，我们从龙年开始，大家一切顺利，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龙年行大运。